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去年的4月23号的晚上。那在去年的4月24号，那台北地方法院民事执行处要强制执行这个拆除华光，那金华街有好几户居民这样子的一个强拆的一个行为。那所以在前一天晚上，就是华光许多的声援者，那声援团体就在华光社区办了一场音乐会这样子。那非常多的声援者，那包括我们被告，其实都是要去参加这个声援的音乐会。但是在我们到场的时候，就发现说，警察早就在下午大概5点左右，就把金华街要拆迁的地方，用围篱把它封起来了。那实际上，这个用围篱封街的行为，我们认为是完全违法，完全没有法源依据的。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这个当天警察他们执行勤务的理由应该是要他们是说要协助台北地院的民事执行处来协助他们来做一个强制执行的动作。但是在那一天在后来我们看到法院的资料里面，这个台北地院的民事执行处从来没有要求台北市大安分局的警察要用围篱把整条金华街封起来，那所以他们的这个行为完全是没有法源依据，是他们的恣意妄为。回到这个强拆华光的公务的具体脉络里面，我们的政府早在2009年的时候就已经签署了国际人权两公约，那也在国内通过了两公约施行法。对，那去年的2月就有10多位的国际人权审查专家来台做审查，也在审查意见的第47点明确的指出，华光社区的破迁案例是违反了居住权。对，那华光的破迁的手段本身就有很多重大的争议，那也因此当日才会有百来位的声援者到场声援。那法务部作为一个国家的行政机关，却以民事诉讼向居民提告，那已经有公法遁入司法的嫌疑。除了4月23、24号这个华光社区第二次的强拆之外，其实在4月28号院里的反封城的抗争，也让我们看到警察作为国家机器，作为私人财团的一个打手，在院里反封车里面，警察甚至把学生上铐。可是经过了这一年来的许多的一个诉讼，这些抗争的学生其实都是无罪的，司法其实是可以还给这些社运工作者、这些人权捍卫者一个公道。所以我们今天来到这边声援，就是这些学生，就是呼吁今天的这个法庭法官能够秉持人权的价值、人权的精神，来还给这些学生一个公道。我自己的案子在经过内部的讨论之后，我们从2审的合议庭就很清楚的表明，是不管你今天判有罪判几天，我们1毛的罚金都不会去缴，而是要路肩执行的方式来凸显这整个体制的荒谬。那我们这样子做的动机绝对不是逞英雄，就跟各位今天有5位要去出庭的同学一样，当初我们在地检署不选择还起诉，就是因为有我们的坚持，我们认为自己无罪，对不对？对。第一点，我们要再次的重申，4月23号、24号的这个强拆是有人权极大的争议的，它就是一个侵害人权居住权的一个破迁的案例，而且有10个国际人权的专家都背书指出，政府尤其是法务部作为一个落实两公约的一个主管机关，它却还是违背了国际人权的一个标准，把华光社区所谓的非正规住居都拆光了。而且我们非常遗憾，在华光社区的居民的居住权都还没有获得一个公道，现在司法又沦为打手，在1年多后又来追讨这些人权捍卫者、这些学生的一个司法的一个追杀，我们对此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给予沉痛的一个抗议。当天大安分局用一种封街，甚至他们说不是封街，叫区域净化，
各位，进化这个词在纳粹是非常容易看到的。我们的警察机关用进化这种字来说这个封街，而且这个公文里面提到警察职权行使法的第六条跟第二十七条，其实都不足以让警察机关可以来封街。第六条是有关盘查身份的一个要件，第二十七条更是去规范所谓的即时强制。试问一个隔天十二小时之后才要强制执行的一个动作，有什么样的一个及时的理由要在十二小时前就封街，然后造成非常多的居民无法回家，非常多的店家无法营业，这个警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要安置，反迫权，反迫权，要安置，要安置，司法莫作行政打手，司法莫作行政打手，司法莫作行政打手，司